好歡迎大家再一次嚟到 Ayaya Online 同我哋一齊崇拜。咁喺過往呢個星期咧，都有啲好大嘅事情發生，係影響住我哋嘅。我今朝早一起身，我望出去我住嘅地方咧，我見到咧好多煙霞，同埋我仲聞到一啲味，好似有啲燒窿嘅味。大家都知啦，就係喺我哋南邊啦嚇，我哋美國嘅鄰居啊。華盛頓州啦、俄勒岡州啦，同埋加州都有一啲好大嘅山火。咁啊，好不幸啦，到而家為止咧，淨係俄勒岡州咧已經有40,000人咧係無家可歸，咁有500,000隨時要離開自己嘅家園，已經死咗16人，而且嗰個數字可能再會上升。所以呢件事上面，求主都憐憫啦，我哋都一齊咧去紀念我哋南面嘅鄰居。咁另外咧就係、今個禮拜又開學啦，咁啊有啲家長都好淒涼啊，我都知道，因為有啲適應啦，有啲決定要做啦，有啲學生就係翻一日，有啲又翻多過一日，咁好多嘅即係適應啦，好多嘅調節啦，咁求主都俾我哋有智慧可以安排得好。好啦，咁講翻今日咧，我哋好開心喎！我哋有我哋嘅堂主任李牧師咧喺我哋當中咧去傳遞神嘅信息。咁佢嘅題目咧就係、是、贏在起跑，勝在終點。咁佢但係有一個問號嘅，咁我哋咧就留心聽佢嘅信息啦。咁而家喺我哋未進入我哋嘅崇拜之前咧，我哋一齊嚟到祈禱好唔好啊？我哋一齊低頭祈禱。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神啊，你保守我们有生命、有气息、有健康，起码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虽然透过这个信这个 online，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到崇拜。我们先纪念我们美国西面那些州那些大火，因为都造成很多的伤亡，我们都不想见到的。求主你都怜悯啦，改变啲风向啦，减低个风势啦，俾呢啲嘅受灾嘅数字可以减低，求你怜悯。亦都求你纪念喺我哋当中，我哋要翻学嘅或者我哋啲学生嘅家长啦，求主你都俾我哋智慧，亦都帮助我哋能够做到适当嘅相应嘅配合，以至到一切都顺利啦，开学呢件事。最后我哋将李牧师恭敬嘅交喺你嘅手里面。求你恩待佢，高抹佢，俾佢讲出合乎你心意嘅信息，以致我哋每一个人都得着造就。我哋咁样祈祷交托，系奉救主耶稣得胜嘅名，阿门。Thank you.
耶稣人多，叫一切都更新。耶稣人多，体会你的心情。耶稣人多，改变。Thank you.
各位弟兄姊妹，你好！我哋今日喺我哋讲道系列咧，去到呢一个嘅国度兴衰、匹夫有责、王国分裂嘅新嘅一个课题啦。我俾咗一个题目，佢就系、是、赢在起步，胜在终点。我哋会睇列王纪上第十五章九至廿四节，咁其实咧全章我哋都会睇嘅，但系更加咧我哋会从历代至下嗰度咧十四章至十六章咧嗰度嘅资料嚟补充嘅，因为嗰度有啲嘅资料系好清楚，帮助我哋明白呢个亚撒王佢嘅一生，让我哋就喺神嘅面前低头祈祷，求神咧系对我哋讲说话，我哋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将你宝贵的话语留下给我们，让我们有你的启示，从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那个的皇帝他们的事迹里面呢有所学习。主啊，求你给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的背景，但是从他们的历史里面学习怎样跟随主，怎样来去呢听神的话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祈祷感恩交托奉主的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呢那个题目呢就赢在起步，胜在终点。大家都知道呢赢在起步，如果在香港来的人呢都很明白，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家长都是希望呢为我们小朋友呢是准备得好好，给他们最好的教育，起步的时候越早越好，那就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教导他们，准备他们。我记得呢就在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师母呢就在一间国际学校来去帮手的行政 入学注册的。那当时呢就有一次呢有个家长就来报名喎，咁梗係問佢，即係你嘅細蚊仔咩名啊，幾多歲啊咁。咁佢話佢未有名，亦都未出世，咁想留低個位先，希望咧第時佢可以入學啦，幼稚園啦，咁咧都可以咧有個位俾佢咁。哇！咁你冇名冇咩，咁我點留位啊？咁又記得有陣時咧，有啲家長咧就去報名嘅時候咧，就帶住佢小朋友，佢兩三年、兩三歲過去嘅一啲嘅遊覽嘅地方，或者上過咩堂、學過咩嘢，成本簿好咁厚咁樣嚟去介紹。嗱，呢一個你一定要收啊！你睇佢嘅背景幾咁犀利啊！咁我哋大家都知道，贏在起步都係我哋明白嘅一個嘅道理嚟嘅。當然，我哋要做得合宜啦。勝在終點就係話，到底我哋開始得好，固然是重要，但是我们结束得又怎样呢？好像人生就好像一个短跑呢，或者好像马拉松的赛跑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就跑100米短跑的，那个成绩 都 不差的，但现在要我同样走那100米呢，就是双倍时间甚至可能三倍的时间呢都走不完的。以前呢是很短，不讲几耐就都走完。但是现在原来发觉人生呢，生命呢是好像马拉松赛，要跑到终点，最重要都是完成，不是只是说跑得快那么简单。我们保罗曾经讲一句说话是很有意思，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持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之后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呢在那日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也赏给所有
爱慕他显然的人。这番说话就在保罗他知道他人生的路就来走完了讲的说话。打的仗，美好的仗是打完了，打过了。当走的路都走完了，而最重要的就是信仰应该持守的呢已经守住了。到底你和我今天在我们的人生一生呢，我们可不可以讲一句这样的说话呢，让我们在亚撒王呢他的一生里面呢来学习呢。那未讲这个之前呢，以色列和犹大国呢他们的总共呢有40个的皇帝，北国南国 各一半。咁佢哋好大嗰个评价喺边度呢？咁以色列王呢就好嘅零，好坏参半呢勉强都话可以有一个。咁然之后坏嘅呢有18个。犹大王呢就好啲，好嘅呢有4个。咁呢啲都系改革家。好坏参半呢有4个。而坏嘅呢有12个。咁而当时呢这个阿撒是第一个好的皇帝，是一个好的改革家，所有还有呢是有约沙法、希西家和约西亚，所以呢这个都是他们整体历史的一个的记载的。好了，我们特别呢是今天看呢就是亚撒王，好吗？咁我哋以色列同埋犹大国嘅国王好大嘅评价呢係有两个重点㗎啦。一个重点呢就係一生嘅评语。咁我哋用第一个嘅例子呢就係呢个阿比央，英文呢就係阿比扎。佢呢行咗佢父亲罗波安佢以前所做嘅一切嘅罪恶，一切的坏事，他的心是什么？不完完全全归向这个耶和华他的神的。英文就是 not wholeheartedly， 他有跟随神，但是 not wholeheartedly， 不是完完全全的归向耶和华他的神，像他先祖大卫的心一样。这里有两样东西，有时呢我哋一心二用，好似呢个阿比央咁样，佢呢係佢係有冇跟随神都有，但你呢亦都呢係跟随世界做犯世界一切嘅罪恶。咁呢度呢阿比亚呢一个名好特别㗎喎，因为呢佢爸爸为佢起个名呢真係唔错嘅。佢嘅爸爸俾佢个名就话我的父亲唔係佢罗波安喎，而係呢係耶和华嘅意思，係一个非常好嘅名嚟嘅。他天父的父亲就是耶和华。但是无论是罗波安或者呢阿比央呢都是呢行了恶事，心没有完完全归向神。这个就是一生的评语对这个皇帝了。那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阿撒了，就是今天我们那个的主角。在列王纪上第15章11节呢，他说阿撒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像他祖大卫一样。哇，这里呢好啊，他说行他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不过呢这里呢之前就讲到一些他的失败的事情，但是呢他说不过阿撒的一生都是完完全全归向耶和华。英文呢就是 was wholeheartedly， 之前那个 not wholeheartedly， 这个是 wholeheartedly， 完完全全呢归向耶和华他的神。最大到呢在他最初的时候呢真的完全呢是可以用这个说话呢做评语的。虽然他在 结尾的时候都有他的失败一生的评语。咁第二呢就係起步同埋终点啦，好似头先我讲佢阿撒起步得好好嘅。咁呢个记载呢就话佢呢佢一生嘅记载唔单止喺我哋经文里面有，而且喺其他嘅列王犹大列王嘅年代志上呢都有记载。
但是最尾嗰句说话就是可是，可是，真系英文就是 yet。可是他年老嘅时候呢，就有一个嘅失败啊。咁呢个失败系咩呢？咁我而家会睇啦。一生都好好嘅，好多英勇嘅伟绩，但系到最后年老嘅时候呢，就失足或者系离开神啊。咁我哋睇翻佢嘅详细嘅情况咧。嗱，我哋开始嘅时候呢，当时神嘅灵就降喺呢个亚撒利亚嘅身上咧，佢就去迎接呢一个亚撒，就对佢讲呢番嘅说话。亚撒同埋犹大啊、便雅悯所有嘅人，请听我讲。嗱，唔单止系对王讲，而系对佢嘅百姓讲。即系我哋呢个主题喺我哋整个题目里边咧，就系呢一个国度兴衰咧，匹夫有责，唔系只系皇帝有责任，而系咧大家百姓都有责任。你同我今日喺神嘅国度教会，我哋咧当然牧者教会领导要系咧好好嘅跟随神，但系同时咧百姓都有责任，会有都有责任。好啦，佢讲翻说话系咩咧？佢话你们跟随耶和华，耶和华咧就和你们同在，你们寻求他就必给你们寻见，你们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我睇见咧，呢个三番四次，你们跟着佢嘅时候咧，又话仲你们同在，你哋寻求佢咧，就必让你哋咧寻见。如果离弃佢咧，你哋咧，佢就必离弃你哋。好清楚嘅讲到啊，一个咁嘅道理。但系咧，你哋以北嘅以色列人咧，佢没有真神，没有教到佢哋嘅祭司，没有律法，已经好耐啦。佢哋咧遭难嘅时候咧，回转归向耶和华以色列嘅神嘅时候咧，寻求佢咧，其实神就会俾佢哋寻见噶，即系唔系话永远忘记佢啊。佢哋犯罪，神要审判，但系咧，如果佢回转嘅时候咧，神亦都会让佢咧系被寻见嘅。咁跟住就话，那时出入的人都没有平安，因为点解咧？各国嘅居民都遭遇动乱啊，冇平安，出入不平安。就因为咧，佢哋遭遇好多动乱，而呢个动乱系咩咧？这个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因为咧神用各样嘅灾难使佢哋纷乱。所以咧，呢个先见就咁讲，佢话你们咧系要坚强，不要胆怯，因为你哋所行的咧，如果系好嘅，神咧必上报啊，上报啊。咁我哋睇到嘅时候咧，我哋详细啲睇下啦，咁到底佢嗰个嘅好嘅一面系点嘅咧？好嘅开始，让我哋睇下啦。亚撒行耶和华佢嘅神看为正嘅事，喺我哋经文里边咧系写咗啦。咁点样好法咧？咁我哋睇三个重点吓，好嘅让我哋可以效法，可以咧系去跟随。亚撒除掉偶像，得神嘅祝福。嗱，呢度嘅记载喺列王纪上今日嘅经文里边咧，都有讲到啦。当时咧，佢咧做咗所有咧系除掉偶像嘅事，包括咧佢嘅祖母呢个嘅马加太后，佢嘅一啲嘅偶像，即系话讲咧，好彻底咧将所有啲嘅偶像咧都去除掉啊！呢、这个系圣经所记载嘅啊。咁我哋睇落去嘅时候咧，我哋睇见哇，原来咧呢、这个当时咧系佢真系好彻底为神咧去消除呢样，因为圣经喺十诫里面教导佢哋唔应该有任何嘅偶像，佢系要专一敬拜耶和华神啊。咁喺度咧，我哋圣经就讲啦，因此咧佢就得到神嘅祝福啊。咁呢度咧睇见神祝福佢哋，使到佢哋咧四境平安啊，使佢哋咧享受安宁，享受安宁，四境平安啊，呢、这个咧事事顺利，都系咧神俾佢哋祝福，享受安宁，四境平安，事事顺利。其实呢啲都系我哋每个人所追求嘅，亦都咧喺世界各地无论是什么宗教，
佢哋都希望咧，係佢哋嘅宗教能夠使到佢哋跟隨者咧，能夠享受到安寧、四境平安、國泰民安。然之後咧，佢哋個人咧事事都係順利。但係佢點得到呢？阿撒就因為佢消除咗所有偶像，然之後得到呢個神嘅祝福。弟兄姊妹，其實你同我今日咧都一樣嘅。我哋咧生命裏面我哋要檢視下，到底我哋有冇一啲偶像係取替咗神咧？嗱，呢啲偶像未必好似我哋拜菩薩啊、觀音啊嗰啲所謂偶像。其實我哋偶像可以係我哋所追求嘅世上嘅一啲嘅名利啊，或者咧我哋喺我哋生命裏面咧取首位多過神嘅一啲嘅事情。求主監察我哋，讓我哋咧能夠破除呢一啲嘅偶像，得到神嘅祝福。第二咧，佢領民敬拜，又同時咧得到神嘅祝福啊！呢度喺經文裏邊咧講到呢一個亞撒招聚佢哋兩族嘅人咧，同埋當中嘅寄居嘅人咧一齊嘅嚟去敬拜，而以色列人即係北國嘅人咧睇見耶和華亞撒嘅神咧係與佢哋同在，所以咧好多人都投奔亞撒，由北國去到南國，而咧佢哋敬拜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好好嘅獻祭。咁佢哋咧唔單止獻祭，佢哋都喺神嘅面前立約，一心一意尋求耶和華列祖嘅神。佢哋只要唔尋求耶和華神嘅咧，無論係男女老幼咧，都會咧係處死。所以咧，佢就大聲歡呼啊，吹起號角啊，一齊慶祝，一齊敬拜，一齊咧係立約嘅。咁所以咧，第十五節講得好清楚啊，猶大眾人都為咗所起嘅誓快樂，因為佢哋一心起誓，盡意尋求耶和華。然之後咧，耶和華就給他們尋見，並且咧係使到佢哋四境安寧，一樣嘅係神使到佢哋生活裏面咧係有各樣嘅平安，有各樣嘅喜樂啊！全因為咧佢哋敬拜神，唔係敬拜偶像。咁我哋睇第三咧，亞撒佢有好好嘅表現嘅喎，因為咧佢特別係年初年輕嘅時候咧，佢係靠主爭戰而得到神嘅祝福。我哋就睇歷代志下佢所有嘅補充咧。當時咧，亞撒係去面對古實人謝拉，咁咧佢哋嘅兵同埋軍隊咧係好強大嘅。咁當時咧，亞撒知道佢自己如果靠兵力嚟講咧，佢一定輸嘅。但係佢到神嘅面前求啊，佢話亞撒呼求耶和華神説呢個記載，佢話耶和華啊，強弱懸殊啊，除你以外沒有別的幫助。耶和華我們的神啊，求你幫助我們，因為我們倚靠你，奉你的命去對抗呢個大軍。耶和華啊，你是我們的神，不要讓人勝過你。所以呢，睇見神就聽佢嘅禱告，於是耶和華在亞撒同埋猶大人面前呢，係使到古實人大敗啊！而古實人咧就逃跑，这个记载咧，俾佢知道咧，神系听祷告，因为当时咧系亚撒王咧系倚靠神，向神祈求，神就为佢征战。这个咧就系呢个事迹里边咧一个好嘅开始，俾佢睇见亚撒系真系咧神所喜悦嘅皇帝。弟兄姊妹，我哋生命会面对好多嘅挑战啊，包括生活上面、工作上面、家庭上面，甚至我们在我们的病痛当中，我们都会有很多身体上面的软弱、属灵的征战和这些身体的病痛。我们所敬爱的王允志牧师成为我很好的榜样，我们很好要为他祈祷。我记得他三月几嘅时候，当佢要面对佢嘅手术啊，佢未手术室之前，同我哋众弟兄姊妹讲一句嘅说话，佢话：我唔知道嗰个结果系点样，
我哋，但系咧，无论个结果系点样，我哋愿神咧得着一切嘅荣耀，愿佢嘅名被高举。的确，我哋知道咧，佢系一个好顺服神嘅人，无论神容许咩事情发生，或者系佢嘅病情会系点样，佢今日仍然咧系带着平安、喜乐、倚靠神嘅心。佢嘅目的就话：我唔要让人咧系胜过你，让病痛咧系胜过你。我愿意咧系让神得着一切嘅荣耀。弟兄姊妹，让我哋今日学习亚撒好嘅一面咧，好嘅开始。佢咧系消除咗嗰啲嘅偶像，佢咧系敬拜真神，佢又靠主嚟征战，而且因此咧系得到神嘅祝福。我再睇落去嘅时候，佢嘅结束又点呢？我哋有三点嚟去尝试思想。佢嘅结束咧，就有啲地方咧就唔系咁好啦。我哋喺呢一个嘅列王纪上同埋历代志下咧，我哋都睇到一啲嘅记载。当时亚撒同埋咧以色列王巴山咧，喺世在世嘅时候咧，双方咧就不断嘅有争战。以色列王巴沙咧嚟攻击犹大，咁咧就收捉呢个拉马啊，阻止佢哋嘅人以色列人咧去到犹大去投靠亚撒啊，咁所以然之后咧又准备攻击啊呢一个嘅犹大。咁去到呢一个嘅事件嘅时候咧，之前咧呢一个亚撒系一个咁倚靠神嘅人，但系呢次咧我睇见佢咧就冇。圣经冇记载佢有倚靠神，反而咧谂到一啲嘅诡计，一啲嘅计划，一啲嘅计谋啦，可以话就话咧同呢一个嘅亚兰王咧系军事联盟去攻击呢一个让打败呢一个嘅以色列啊，呢个嘅大家都记得啊吓。咁圣经记载咧就系当时咧佢仲攞晒呢一个嘅圣殿里边。同埋咧，係皇宮裏邊嗰啲嘅金銀啊，用呢啲嚟去做禮物，俾呢個嘅亞撒，俾呢個嘅亞蘭嘅王啦。嗱，我哋睇到佢到呢一度嘅時候，佢就冇靠神，會唔會係喺安逸當中靠己而應戰？其實我哋喺困難嘅當中，喺我哋起步嘅時候，我哋好識倚靠神。但慢慢慢慢，我哋有咗经验啦，我哋做咗基督徒耐咗啦，或者咧我哋神学知识多咗啦，甚至圣经又明白多咗啦，但系反而咧喺嗰个时间咧，我哋就靠自己、靠经验、靠我哋学识。喺呢个嘅疫情嘅当中，我哋竟然好多弟兄姊妹好感恩嘅，就系咧不断嘅上网去学习，有好多课程都免费添啊，咁所以咧就好难得啊。平時咧都冇機會聽到呢啲咁好嘅課程，而家咧係有機會聽，而且係免費添啊！所以咧好多弟兄姊妹啊，包括我在內都盡力咧，有機會咧就去聽去學啊！但我希望咧，我哋學咗之後就唔係淨係一啲頭腦嘅知識啊，唔好淨係我哋用 Zoom 用各樣嘅方法 YouTube 嚟去填滿曬我哋頭腦上邊。啊！充斥咗好多好多所谓属灵或者咧神学嘅知识，但系慢慢咧，我哋靠咗呢啲知识，靠咗我哋嘅经验，冇真正倚靠神。呢个系佢第一嘅错误，喺安逸中咧，系靠己嚟征战。第二咧就系不顾境界，反而咧系变本加厉发怒咧，系害民嘅。当时呢一个先见阿哈拿尼咧就揾亚撒啦，佢话因你倚靠亚兰王咧，没有倚靠耶和华的神啊，呢度解释得清楚啦。佢呢一个计谋咧，其实咧佢系用人嘅手段同埋策略咧嚟去打赢嘅，系冇靠耶和华神嘅。所以咧，即系你打赢咗啊，但系咧其实。如果第八节尾嗰度，佢话只因你倚靠耶和华嘅时候咧，其实咧耶和华就可以将佢哋交俾你啊，神咧系会为你打一场美好嘅仗。
但你冇咁做啊，咁神咧就觉得呢样嘢咧系呢一个嘅亚撒到佢年老嘅时候咧一个嘅开始犯错，依靠自己多过依靠耶和华啊。咁呢个嘅先见哈拿尼咧，仲讲多句说话，佢话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啊，睇到全面嘅所有嘅嘢。我哋唔好以为我哋啊神不知鬼不觉，我哋可以咧做我哋自己喜欢嘅嘢。其实你谂紧咩嘢，做紧咩，做咩嘢，未做之前，神已经知道。一心归向佢嘅咧，就必能辅助他们。神咧一定会保守所有归向佢嘅人。但你做呢件事太蠢啦，太愚昧啦。从今以后咧，你必常有争战啊！咁呢个咧就系佢同佢嘅警告嚟嘅。嗱，你如果你再唔悔改啦，我俾个机会你讲你听，你应该咁样悔改。但系你如唔听咧，你就咧系以后咧就会常常有争战，永无宁日啦。但系我哋睇见呢个经文结束嘅时候，佢点讲咧？佢话于是亚撒对先见咧发怒啊！佢唔单止唔听，佢仲向嬲咗佢，就将佢运咗入监。因为咧，佢为呢件事呢、这个先见咧讲翻嘅说话咧，系恼怒佢。唔单止咁样，佢同时咧，亚撒咧亦都系压迫人民啊！佢哋唔单止冇听劝，反而咧变本加厉嚟去压迫人民。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嘅历史，犹大嘅历史。就讲俾你听，就系神每一次我哋做错嘅时候，都不断嘅翻嚟提醒我哋，提醒我哋，希望我哋咧系悔改认罪。但喺以色列人同埋犹大嘅历史咧，我哋睇见咧就系佢一次又一次，就唔单止咁样，仲杀害嗰啲嘅先知。我哋咧喺圣经嘅故事里边讲嚟听，最后嗰个比喻咧就系耶稣基督嚟嘅时候。那些人呢不单止没有听，最后呢就将他钉死在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舍己，为我们呢献上他的生命。原来耶稣基督他呢在我们最愚昧离开他的时候为我们舍命。以致我们能够信他悔改认罪的时候呢，就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呢就得胜了死亡和罪恶，我呢就因为因信得生啊，因信称义。求天父帮助我们来早日呢是听劝，不要呢离开神。第三项呢就很重要了。在这里呢我们讲到呢在列王纪上呢第十五章二十三和二十四节呢有这样的记载。这个记载是什么呢？亚撒其余的事呢，他英勇的事迹呢都记载了下来。咁有一样嘢，虽然呢啲嘢我哋失传咗唔知道，但仲有好多其他嘅。咁所以呢，但係一句说话喺圣经里面讲，可是即係好多丰功伟绩，但係呢可是佢到年老嘅时候就脚上却患了病。咁跟住呢就话佢点样离开啦。喺度呢好平铺直叙咁咧，就讲咗年老嘅时候都病啦，病咗就离开啦。咁好似咧，人到老嘅时候都有唔同嘅病痛啦。咁佢咁样离开，咁都不足一提啦，系咪？咁但系原来咧呢度咧喺历代志下十六章廿十二十三节有咁嘅记载。佢话亚撒在位第三十九年患咗脚病啊，唔知系咪即系嗰啲骨折或者咩病啊？唔知啊。但病情咧系非常严重啊！可是嗱，呢度又第二个可是啦，喺上边个列王纪上有可是年纪老迈，但系呢度可是连他患病嘅时候也没有寻求耶和华，只管寻求医生。然之后咧，佢就同列祖同睡两年啊嘅病患，到四十一年。做王四十一年之后呢就离世。他连患病的时候都没有寻求神，只管寻求医生。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了主，可能离开神一段时间，但是到我们
遇难同埋病痛嘅时候，我哋都好多好多人咧，我都见证过咧，都啊被提醒系翻返到神嘅面前，求神咧怜悯、饶恕、医治。但系佢连患病嘅时候都冇寻求神，净系去到处咧系寻求名医嚟去医佢嘅病，冇倚靠神。弟兄姊妹，呢、这个故事有冇俾我哋有咩警惕呢？阿撒晚年患病，至死不悔。对你同我，我哋今日可能发生咩唔同嘅事情，可能咧神其实系俾我哋有机会嘅，以致咧我哋能够重返佢哋。我哋但系咧，有时我哋咧系至死不悔，求主怜悯我哋，有好嘅开始，亦都有好嘅结束 ，finishing well。我真系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因为从阿撒嘅生平里面，我睇见神所喜悦嘅事系咩嘢。到底我哋今日走到我哋人生嘅终点嘅时候，一生嘅评语到底系咩呢？求主怜悯我哋，俾我哋有好嘅开始，亦都有好嘅结束，让我哋以死为鉴，跟随主得到神的喜悦。祈祷感恩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感谢天父俾我哋有一个好嘅崇拜，亦都多谢李牧师俾我哋有一个好嘅信息。盼望我哋咧唔单止有一个好嘅开始，我哋一齐咧 finish well。正如咧保罗所讲过嘅，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亦都守住了。
從此以後咧，有公義嘅冠冕咧，為我哋嚟到存留，好嘛？好好簡單一個報告啦，就係咧十月開始咧，我哋有新一期嘅主日學噶啦。咁咧就係最後報名日期係9月27號啦。希望弟兄姊妹都一齊報名啦，盡量去參加。等我哋喺聖經上面嘅裝備咧，都係更加好嘅。咁下一個禮拜咧，係一個好特別嘅主日，就係聖樂主日啦。咁咧就會由我嚟到講道嘅，咁我就會講詩篇第150篇，個題目咧就係、是、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大家咧希望都能夠翻去睇一睇第150篇詩篇啦，好簡單6節嘅啫。睇咗之後咧，下個禮拜翻嚟同我哋一齊聚會啦。咁因為係聖樂主日啦，所以下個禮拜都有啲特別嘅安排嘅。好似我哋嘅 praise team 咧，我哋會預備4首嘅詩歌啦，就唔係3首啦。咁同埋咧，我哋會用唔同嘅方法去演繹，務求咧希望咧將大家咧都一齊帶進崇拜啊，帶入去敬拜裏邊嚟到敬拜我哋嘅神。同埋我哋會有一個好簡單嘅環節咧，都會俾我哋主要嗰啲praise team 嘅侍奉人員有啲嘅分享，等大家咧都可以認識多啲佢哋嘅。咁好啦，咁好希望下一個禮拜六咧就再見到大家翻嚟阿一日 online 同我哋一齊崇拜。現在咧，我想邀請大家喺自己嘅位置裏面起立，係啦，起立啊，用一個恭敬嘅心、恭敬嘅心咧，我哋用一個信心，我哋接受上帝嘅祝福。好，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与你们同在，从现在直至到永永远远。阿门。